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رب اشرح لي صدري ويسر لي أمري واحلل عقدة من لساني يفقهوا قولي. ف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عاقبة للمتقين.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وحبيب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وعليكم السلا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ولتوجه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那么我的有啊给我的啊那个机会啊我的有来到那个星期六上午的十一点那个时间。那么呢我的都还跟啊上一期呢所讲的了那个做套吧啊什么呢口安拉呼吁啊向战局的啊忏悔做套吧口安拉有序。啊，这一步。那么上期的我的都讲过一部分的了。那么就还话我的做套吧，啊，说安拉有序呼吸，有某个时间的规定呢？啊，有某一个地方呢？啊，或者还边度呢？啊，还唔还需要特别的时间呢？那么我记得了，我的上期呢都有。啊，提及到啦，就系话通常我哋喺下班嘅月份咧，八月份，伊斯兰历八月份嘅第十五个夜晚咧，啊，佢哋就话做套吧，啊，忏悔嘅夜晚。咁啊，我哋咧就话都有澄清呢样嘢啦，吓，当然嗰个夜晚啦，都系一个贵重嘅夜晚，但系唔一定话啦，啊，我哋一年啊一次。就等到那个沙巴那月啊，伊斯兰的一个八月份了，我的才啊才会做那个套吧啊，卡瓦拉忏悔。那么其实呢，唔系咁样嘅意思，当然嗰个夜晚呢，做套吧，卡瓦拉有序呼吸，我的纪念安拉，做礼拜等等啊，会得到了好多的收获，好多位置。咁如果话我哋睇翻啲下啲神圣嘢边讲咧，啊就系话我哋喺世界末日审判日到嚟之前，啊审判日到嚟之前咧，做偷拜啊偷拜嘅大门咧，啊都系敞开嘅，啊咁啊当然上面呢段下啲是话啦，曼塔巴格布兰塔图拉什姆苏米马格里比哈，哈巴拉法雷，就系话咧。在那个太阳由西边升起之前，边个人呢？啊，做套白口安拉呼吁，向真主做套白忏悔的话呢，那么安拉呢还会接受这个套白，还会呼吁原谅这个过错的。那么我就知道了，这里呢所讲的呢，这个。太阳由西边升起，那么这个呢是几亚末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是一个征兆来的，就是说世界末日啊审判有没有几亚末审判的日子啊到来的时间，那么太阳呢会由西边升起啊，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呢那、这个太阳呢还有东边升起的嘛，咁咧，如果话太阳用西边升起的时候咧，咁呢个几日咪审判日啊，世界末日啦就到噶啦。咁如果喺呢个审判日到嚟之前，咁你去做拖吧，啊，求阿拉饶恕罪过嘅话啦，阿拉会饶恕嘅，宽恕嘅。咁呢个就喺话啦，啊，嗰个时间啦，啊，就喺话冇规定。啊，一个特别的时间会做套吧，但是呢，我哋知道啊，
咁就上次咧都有啊有人问提问到啦，咁就系话有关啦叩拜做两拜，这个叩拜嘅拜功啊，这个礼拜啊，大家睇啊呢个塑料的叩拜，咁呢个塑料的叩拜两拜咧，就系指喺一个犯咗罪、犯咗错、过错之后，佢即刻起身。会洗污珠啊，洗小净，咁啊做两拜，叩拜个拜，啊，咁啊呢两拜咧，啊就喺呢个非禁止礼拜嘅时间。所谓禁止礼拜嘅时间咧，就系日出、日中、日落嘅呢三个时间咧，系唔可以做礼拜。咁啊，如果话喺其他啲时间咧，系可以做呢、这个。呢、这个叩拜啊，呢个拜啊，无论你喺屋企啊，或喺边度都好啦吓，咁、啊、你都可以啦，去做呢个两拜嘅叩拜，求阿拉呼求原谅呢、这个，咁阿拉啦系会饶恕嘅，呼求嘅。咁啊就系话啊，时间方面、地点方面咧，我哋做叩拜都冇一个啊特别嘅规定，仲有咧。我哋知道啦，我哋喺伊斯兰入边，我哋啊向真主求，我哋向跟真主阿拉求需要求原谅，我哋向真主做叩拜，求阿拉呼恕啊原谅，我哋系唔需要咧啊中间人嘅，唔需要中介啊，唔需要媒介啊，唔系话透过乜嘢一个中间嘅。啊，媒介啦，会啊做呢个套吧，啊做呢个伊斯法，但系咧，我哋都知道咧，啊都嘛，冇我就话都冇咩伤害噶。如果你话诶、哎，你帮我攞个毒蛙啦，啊咁啊就系话你也帮我攞毒蛙，好似我哋啊平时都经常会有噶。咁啊，就系话啊，帮我老土啊，求安啦，啊，或者话啊，呼恕也好，求安啦，啊，医好病症也好，啊，呢、这个系冇问题嘅。就系话咧，我哋大家众人嘅土啊，啊，大家一齐做土啊啦，做祈祷啦，就系话佢嘅力量咧，啊，当然系大啲嘅，啊，当然系好过你一个人。好过一个人啊，咁个多啊，点样嘅？所以啲去到好多地方都系啦，啊，好多人都去讲噶，啊，就系话介你啊，唔好忘记同我攞到啊，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一个咧啊，就唔系话透过你向真主做叩拜，好有数嘅，但系就系话咧，哎，唔该你都帮我啊。向真主求饶啊！咁呢个咧就系话咧，啊系冇问题噶。但系我哋唔可以话咧，有啲啊冇啲宗教啦吓。但系你犯咗罪咧，犯咗错咧，你一定要去悔改，一定系一个中间啊！啊，你唔可以直接同真主同啊造物主咧去忏悔噶。咁啊，佢又透过中间人咧一个媒介咧去帮你。做叩拜忏悔嘅，所以伊斯兰入边咧啊就完全冇呢样嘢啊，所以我哋所有嘅人咧都可以啊我哋直接同真主求饶啊，直接同阿拉啊求情啊，呢、这个咧就系我哋伊斯兰啊呢个啊非常啊高贵嘅地方啦啊，因为我哋咧所有嘅人咧。都是真主安拉的保人 阿巴动拉，所以包括我的先知穆罕默德圣拉拉华莱希瓦萨拉他都是阿布杜胡瓦拉苏鲁，他都是真主安拉的保人，真主安拉的差使，所以呢他完全、啊、不是说高高在上的，所以我们知道圣拉穆罕默德圣拉拉华莱希瓦萨拉就非常谦卑、啊、非常谦虚、啊、从来了唔去高傲自大嘅，咁我哋知道咧，啊呢、这个
在那个穆萨的时间呢，啊，这个穆萨阿拉辛萨拉，在从阿拉的命令啊会宣告的时候，当时那个法老啊，啊，法老，法老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暴君啊，还有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独裁的统治者。咁啊，古兰经入边呢记载啦，啊，咁啊佢咧就话不信阿拉，啊，唔接受穆萨嘅劝告，啊，穆萨神人咧劝佢，啊，又信阿拉，啊，你唔可以啦，咁样嘅国傲自大。但系法老啦系非常国傲自大，啊，佢仲话啦，佢通啊，佢仲睇一个。佢係似一個造物主咁樣嘅，啊，佢完全啊，啊完全唔將造物主咧啊放喺一個最高嘅地位，佢直情咧唔信阿拉，唔信造物主。咁啊，當日嚟講咧，佢當時嘅實力係相當大嘅，係相當大嘅，啊，就係話佢有呢個生殺嘅大權喺手上。咁我就知道啦，阿拉苏巴哈纳和他咧，真主嘅大能啊！咁啊，当呢个穆萨圣人阿里逊沙拉带住佢啲信道的人咧，啊，就系话逃脱呢个法老嘅迫害，啊，佢就去到呢、这个就系话法老啲啲军队啦，追紧咧穆萨圣人带住呢班人啦。咁啊，就追到咧呢个海边，追到海边之后咧，就冇路可行噶啦，冇路可行噶啦，就系话唯有啦落海噶。咁一落海一定会淹死噶啦。咁啊呢个时间咧，阿拉系命令穆萨神人，啊穆萨神人啦，俾个手杖啊，阿索系手杖，系手杖啊，俾咗个拐杖，有个手杖位，系手杖。咁啊呢个时间啦，阿拉就。其实佢命令佢，佢话穆萨，你将你嘅手杖咧打喺海上面，啊，打喺海上面嘅时候咧，咁啊喺海上咧就出多啲路出来，啊，咁啊有啲泉穴啦，就有12条马路啦，就喺海上边啦出咗嚟啦。咁啊，当呢个路出咗嚟之后咧，穆萨神人啦带住佢呢个民众就去。啊，就去看过去噶啦，啊，咁啊看到海上，啊，咁啊法老啦，法老啊，咁啊睇到，诶，奇怪啦，咁啊点可能喺大海上面出到嚟咁条路啊，咁多啲马路出嚟，咁啊佢就跟住行啦嘛，啊跟住行啦，咁啊等穆萨上啊，啲民众啊，咁啊上咗海岸嘅时候咧，阿拉又命令。啊！命令穆萨神人将呢个阿索将呢个手杖啦拎起，就话拎起啦，就系话法老啊，法老的军队啊，咁啊看到海中间嘅时候，阿拉命令穆萨神人呢就将呢个阿索拎起，咁啊呢班呢啊法老啊法老同佢嘅民众啦，佢嘅军队啦就落到海噶啦。咁呢个时间咧，啊，法老就开始咧做逃避，啊，做逃避啦。佢话佢知道自己冇能力噶啦，就系话即系又被海水啦淹死噶啦。佢话呢个时间咧，佢就讲啦，佢话我又信阿拉啦，啊，我又信呢、这个啊以色列嘅民众所信嘅主，啊，我又信穆萨所信嘅主，啊，我又做一个顺从。造物主的人，啊，呢、这个时间呢，啊，法老就开始咧做逃避，佢话佢归顺啦。咁呢个咧就喺《古兰经》入面咧就有记载噶。咁呢个咧就喺话阿拉苏巴哈纳瓦塔咧喺《古兰经》入边话噶，哈塔伊达阿德拉克胡鲁格拉，加勒阿曼图，阿德胡拉伊拉哈伊拉拉比阿曼达特比希班努以色列，我爱纳米纳穆斯林。咁咧就呢段《古兰经》咧就讲得好清楚噶啦。当呢个海水咧
要淹没他的时候，他讲的，弗奥呢讲的，啊，阿门徒，安德胡拉伊拉伊拉勒比阿门的，比希伯努以色列，啊，他说我依家呢，我相信了，真系冇其他的了，值得崇拜的，冇其他的主，系唯有呢，啊，以色列所信的主，摩西上人所信的主，就好安啦。他就说了，我要做一个啊顺从主的人。但是那个时候呢，阿拉姆会接受他的了，啊，阿拉我觉得阿塞的格布鲁，那么你以前呢，你是违背造物主的命令的，你还做了好多的坏事啊，你在大地上为非作歹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信，你就做偷吧，已经完全没用的了啊，所以说就是说英文来讲了啊 too late, too late, 啊，你现在你到那个时间了，你就信，有没有用了就没用的了啊。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一生当中啊是犯罪的啊，不信阿拉的，不服从阿拉的，那么你到了最后一刻了啊，就是死亡到来的时间，你说就信了啊，那么这个呢就没用的了。所以呢，下面这一段古兰经呢，我们都会呢再进一步的呢啊，跟各位呢一起呢分享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人的弱点呢，啊，阿拉苏巴哈诺他呢创造我的人，我后来给你沙努多埃法啊，创造我的人呢都是一个好软弱的啊，我的经常有自己的贪心私心啊，我的都有啊，会啊讲错咗嘢，做错嘢嘅时候，咁呢个咧系个弱点啊。咁啊同啊同埋咧，一个人咧佢系好个环境嘅时候，啊生活啊无忧无虑啊，就系话咧身体又健康啊，佢觉得咧啊自己乜嘢都可以搞掂噶啊，因为佢又有精神又有健康。啊，又有地位，又有钱财，乜嘢都有。咁我呢个时候咧，佢就唔会谂到咧，啊，去求主求阿拉，就唔会谂到咧，我啲要向真主作祷告、忏悔、求阿拉用处噶。咁啊喺呢个情况下咧，佢觉得咧生活安定啊，舒服 ，OK 啦。但系有啊，当佢哋睇到啲灾难降临嘅时候，啊，遇到啲灾难啦，啊，好多人都系啊，通常咁样嘅，咁啊有灾难啦，有病痛啦，啊，有病嘅人咧就两人投医，咁呢度睇医生，嗰度睇医生噶，啊，咁咧有灾难啦就系求，有啲求呢啲，求嗰啲，啊，佢知道乜嘢咧？知道人嘅能力做唔到噶啦，啊，少少病痛佢搞唔掂噶啦。啊！就如果大的灾难啦，更加冇办法。所以《古兰经》入面咧，都系提及到咧，啊一个比喻，啊一个例子，一个比喻啦，就话咧啲人咧喺呢个大海上咧航船咧，啊航船。咁啊，当你个船咧去到啊大海个海洋当中嘅时间，咁啊台风咧就嚟噶啦。咁呢个台风呢唔系话普普通通嘅台风啊，啊呢个台风呢系好犀利嘅。咁个台风呢差唔多啦，将呢个船呢又吹返㗎啦。咁呢个上个船上面嘅人呢就个个都求饶啊，啊即下都话求主，佢话啦，哎呀啊求主啊拯救我哋啊，冇将个船呢啊吹返。啊，叫我呢个神算嘅人呢，啊平安啦，到岸上面。就系话，算上面嘅人啦，全部啊，冇一个人例外噶，啊都系靠主噶，啊可能佢平时唔信主，唔信阿拉，但系呢个时候啦，佢就信噶啦，啊佢就知道，佢知道冇办法啦，啊人嘅能力做唔到嘢噶啦。你完全自己控制唔到啦，所以啦，佢就求主求阿拉啊，令到呢只船呢啊平安上岸，
咁啊，好啦，而阿拉咧令到呢个船咧平安上岸之后咧，啲人咧即刻忘记咗阿拉，即刻忘记咗真主，所以人咧就系话忘恩负义啊，就系话佢诶有困难嘅时候，有灾难嘅时候咧，佢就求，当佢得到嘅时候咧，佢就忘记咗。所以这个呢又是一个人呢啊经常所犯的罪过这个错误来的。咁啊就我曾经呢啊都有一个经历啊。咁啊好多年前啊那个好多年前就是说呢以前香港飞机场呢是启德啊启德机场啊。咁啊启德机场啊咁啊都是海边的嘛。啊，都是海边的。咁样我曾经呢喺去旅行的时候呢就喺火车上呢从一个台湾来的一个人呢就坐喺隔离就倾偈呀。啊倾偈都话你啲有信教的信伊斯兰教的啊你有信主啊大家倾下。咁我就问佢话你有乜嘢信仰呢啊你信乜嘢宗教呢佢呢话信梵教啊，信梵教咧，就知道梵教啊，唔信冇乜嘢信仰嘅。咁样就好啦，我哋就倾啦，倾一倾咧，我哋就唔详细讲啦吓。咁啊，倾到最后咧，佢自己讲出嚟噶，佢话但系我由台北嚟香港嘅时候咧，我一上飞机咧就开始求噶啦。无论求乜嘢都好，但我求乜嘢咧？希望你个飞机啊，到香港启德机场嘅时候咧，唔好降落喺海入边。啊，佢就喺度求噶啦。但系好啦，我话点啊？如果个飞机平安降落喺呢个香港嘅启德机场，你落咗飞机啦，点啊？即刻忘记啦，乜嘢都唔求噶啦，唔信噶啦。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啊这个非常这个约定忘恩负义的啊所以可以到了灾难的时候啊到了自己没办法控制这个情况的时候可以了就没有都求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求了都没用的了所以那个是二法老了当时和穆萨生啊这个情况呢古兰经也比呢都有比着。咁下面的古兰经呢又系提醒我哋佢哋呢啲不信道的人也好佢哋卡夫尔穆斯林多神教徒呢啲不信道的人佛拉玛拉奥巴善呢加入阿曼那边呢佢到了灾难降临的时候呢佢话我信的啦我说阿拉还对。咁呢个时候其实呢一定太迟的了一定太迟的了。你不可以说到了灾难降临的时候你就信就阿拉不会接受。咁阿拉苏哈诺他呢在古兰经入面都通我的解释得很清楚的乜嘢偷吧乜嘢忏悔阿拉还可以接受的。阿拉苏哈诺他呢在古兰经入面一那么偷拜吐。على الله للذين يعملون سوءا بجهالة ثم يتوبون من قريب فأولئك يتوب الله عليهم وكان الله عليما حكيما كما ما يتوب أن الله يجيب سوءا كما لدينا كم بجهالة يعملون سوءا بجهالة كيها مجدوا جاهل مجدوا سوفا قطوع跟住咧，苏美又徒步那边隔离，之后咧唔系话坚持一路做错事，但系咧佢啲咧喺一个尽快咧就知道错啦，就向真主啦忏悔求饶咁呢啲拖拜咧，阿拉系接受嘅，阿拉系接受嘅，佛乌拉依个也徒步罗华来行。阿拉还会抚恤原谅他的。我看到老虎阿里嘛哈基嘛真主还全知的。他还
知道所有的事情。今天没有投拜，阿拉不会接受了。我来是投拜主，你拉迪那亚马路那沙亚特，哈达耶达哈达拉阿哈达胡姆的毛。那么你的人呢？啊，做错事、犯罪，啊，知道死亡到来的时间，啊，知道死亡到来了么？那么彼得就讲了：啊，来，因你出不出案？他话我已告诉了。最后话了，最后演戏的了，最后一口戏的了，啊，最后又翻翻啊老道的了。佢呢个时间了，才讲我而家啦做偷吧。我而家向真主忏悔，我而家求阿拉夫赦免呢，啊，就太迟噶啦。呢种人同埋另外啲人呢，我嚟嚟啲你有冇听到我好望看报？咁另外呢种人呢，就系话一生啊做坏事到死，最后一刻、最后一分钟才话做偷吧。才话谂起想做善事、做好事，咁呢个咧啊就阿拉唔会接受噶啦。另外一种人咧，啲卡夫啊冇义妈呢个啊不信阿拉嘅，而家系好多噶啊好多啊卡夫佢冇信噶，但系如果话佢啲到最后又死嘅时间啦，又系一样噶，多数都有呢个情况啊。所以好多人都系噶，平时一生佢唔信，都做唔住。但系佢病到死嘅时候啦，佢信啦。但系呢个时候信啦，都冇用噶啦。我好唔恐慌咯。乌拉伊克阿特那勒胡马阿达阿巴阿利嘛，咁啊呢啲人咧，啊，阿拉为呢啲人系准备咗，啊，预备咗啦，严厉嘅惩罚。咁啊呢个。啊！呢段古兰经，讲俾我哋知，乜嘢偷吧，阿拉系接受噶；乜嘢偷吧，阿拉系唔接受的。就系话你犯错、过错，知道错，即下拐阵，啊，冇坚持，一路落去，一路错，一路错，啊，仲有咧，你啲啊，到咗死嘅时间啦，再做偷吧，啊。咁我哋知道咧，有啲地方咧，啊，传统咧，啊，就系话人咧病到，就系话差唔多啦，要归真啦，啊，有啲系请，啊，请阿夫去，读经做托吧，啊，求安拉夫赦。咁啊，有呢个传统，但是系我哋知道，你啊喺呢个最后嘅时间。当然做读啊，啊读经啊，都可以帮啊，都可以帮到的。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又是清醒的时间，又是不是说一生啊，你到了最后这个时候了，才会想起做托吧，又是不得啊。所以我就说托吧 is the fall， 我们每一天呢，要做好多次的，我们每一天。五番拜功，做咗五番拜功，我哋仲要有时间得闲嘅时候，我哋都要求阿拉求真主呼赦原谅。所以话咧，一定咧唔可以话等到啊最后啦，啊等到要死嘅时候啦，才话做偷吧，啊才话要啊忏悔，再做啊一失法，再想做善事做好事。咁一定冇机会，冇时间。咁呢个咧就系话阿拉苏哈同阿他咧，啊喺古兰经入边喺呢度咧讲得好清楚噶啦。啊，你不信道的人，啊卡夫不信阿拉嘅人，咁呢啲咧就冇用噶。啊，就话你做偷拜都冇用。啊，仲有咯，我啲穆斯林都唔可以同佢哋求。啊、我的口事业呢还会给你顺道的。那么如果他在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求什么呢？求阿拉引导他的、啊、引导这些非穆斯林得到正道，求阿拉的引导、啊、求阿拉的引领、啊、这个呢
就是可以啊，我的做到啊，靠阿拉啊啊引领我的大众啊，穆斯林、非穆斯林来好正道，来好伊斯兰那个道路啊，那个还可以的。但是我的不可以话靠主要是佢的，因为佢的不是阿拉的，佢的不是真主啊，我的还不可以了，靠阿拉父许原谅佢。所以这个伊曼啊，伊曼是最重要的，伊曼是最重要的。那么呢，就我就知道了，那个做套白啊，做套白的情况呢，就是啊，就是我的要有虔诚的心啊，虔诚的皈依啊，就是话要真心啊，会做套白，真心啊。去求安拉有许的，那么我的如果话我的经常始终有那个求安拉父原谅的心，同埋我的口头讲出来，我的喺身体力行方面呢，会做到的话呢，系可以得到了好多的好处啊，系得到好多的好处啊。所以同学我哋就系讲啦，啊，所以呢啲不信道的人也好，啊，呢啲穆斯林也好，啊，信拜其他的啊拜多神噶，咁啊佢到呢个最后嘅时候咧，佢完全都冇用噶啦，帮唔到佢，所以会有信主道恩，啊，首先又有呢个人主道恩呢个信仰，所以点解我哋经常提醒？啊，提醒大家的呢，就是话人主导呀，啊，呢个卡里麦塔伊巴，拉伊拉哈伊拉拉，穆罕默德拉苏拉，呢个呢系一个最重要的啊，一个清真言，一个信仰，啊，就系话唯有你有呢个人主导呀，呢个信仰，你才可以啦，得到阿拉父许接受你嘅圣功，接受你嘅托吧。啊，呢、这个系一个最基本嘅，所以呢个就系、是、啊，点解我哋话小朋友一出世 ，BB 出世，我哋亦都挨打，阿拉福巴，阿拉福巴啊，真主知道，佢听到，又系阿沙多拉的系乜啦，就佢听到人主导音呢个时候，听到我沙多那穆罕默德啊，拉苏隆拉，听到穆罕默德上了那华勒山啦，啊，安拉真主嘅差使。啊！我哋知道人到咗临尾嘅时候，归真嘅时间，我哋提醒嘅都系呢个时候，记得呢个清真言，记得阿拉杜一，记得拉伊拉希纳拉穆罕默杜拉苏隆拉。所以呢，呢个系最重要嘅啊，最重要嘅。所以我哋作为一个穆斯林，我哋要经常求阿拉父许原谅啊。啊，如果话我哋咁样做咧，啊，可以得到好多的好处，啊，好多而好多的好处，好多的回报啊，个报酬咧系非常多非常好嘅。所以阿拉苏巴哈纳塔咧命令我哋萨夫鲁拉巴库，因那乎卡那阿法拉，尤尔斯鲁萨马阿勒库米达拉，瓦伊姆迪特库米阿姆瓦林。وبنينا ويجعل لكم جنات ويجعل لكم انهارا تمني دولا الله ميننگ نے تے چوں مے لا دی دا کھو ان لا یو شی دا کھو ان لا فو شی ان لا ہا پے ا ہائی گے یو شی فو شی گے چی کھے وے تے تین شان لا گون ہا تے یو سوی ا چا ہا وا لا یو گو مو سوی مو یو سوی گے وا لا你大地上点可以生长啲植物啦？所以我哋话人所食嘅嘢，你啲动物所食嘅嘢，都系大地上所生长出来噶嘛。所以你呢个求阿拉有许啦，啊忏悔求阿拉原谅啦，咁阿拉就会啊用天上降下的雨水啦，咁啊令你一死嘅大地啦枯干，咁啊就会生长出来啦，咁多啲嘢啊。俾我哋人同埋其他啲动物啦，就享受嘅。仲有阿拉去帮助我啲乜嘢咧？
我用我的奉献，我的仔女，那么阿拉仲可以赐予我的钱财，同埋仔女，即系话你求阿拉经常我的求主，阿萨弗隆拉哈拉蒂玛，我系图比勒，经常做呢个伊斯特法，求阿拉呼召耶利，我哋向真主作祷文忏悔。 阿拉会增加我哋嘅生活嘅用品，我哋生活嘅所用嘅资源，同埋仔女，咁啊仲有咧就系话阿拉可以咧为我哋准备咗好多啲缘故，同埋咧可能，咁啊呢个段古兰经咧就系话讲俾我哋知做祷文。 所以，伊斯特法所带来嘅报酬系相当大嘅。阿拉俾我好大嘅恩典，咁呢啲咧又系知道咧，我哋做人咧一定要好谦卑，唔系千祈唔好高傲自大。咁啊，一开始我哋讲法老法安高傲自大，唔识阿拉，阿拉点样惩罚佢？咁啊，我哋知道 Iblis。 Iblis Satan 又系高傲自大，所以阿拉诅咒佢哋，呢个 Satan Iblis， 咁咧就如果咧我哋做一个 Muslim， 我哋求真主求阿拉呼召原谅嘅话咧，阿拉就唔会责罚我哋，唔会惩罚我哋。阿拉苏巴哈纳瓦塔咧，喺古兰经入边话，我马看阿拉胡马迪巴洪。 我父母也是得罪。如果话佢哋就话我哋 Muslim 穆阿明信阿拉的人，佢不停噶求阿拉饶恕，佢不停求阿拉，佢向真主作祷告嘅话咧，阿拉唔会责罚佢哋。所以我哋讲呢个耶稣法呢个重要性，咁咧我哋知道咧，另外一个 Hadis。 有呢个 Ibn Abbas radiyallahu anhu 传嚟嘅，佢话嘛，lazima istighfar ja'ala Allahu lahu min kulli dhikrin makhrajan wa min kulli hammin farajan wa razaqahu min haythu la yahtasibu， 咁呢个 hadith 由 Ibn Abbas 传嚟呢个 hadith， 佢话啦，如果边一个人坚持求阿拉饶恕 istighfar。 求阿拉呼召原谅，咁啊当然啦，我哋讲呢个伊斯特法，简单嘅嚟讲咧，阿斯特法阿兹嘛，我系图比勒，我求尊大嘅主嘅呼召原谅，我向佢向真主咧做祷文，向真主咧忏悔，咁呢个系最简单嘅，最简单嘅呢个 istighfar， 求阿拉饶恕嘅呢句说话，咁啊如果话坚持读呢个 istighfar 有乜嘢好处咧？即阿拉拉好啦，后面困难当嘅乜嘢咧？阿拉会领导你啊！你遇到乜嘢困难都好啊，任何一种困难，阿拉都会俾你一条出路。你遇到乜嘢困难啊？你唔需要担心，你求阿拉呼召，求阿拉原谅。 真主会俾你一条路行嘅，就系话我哋要希望真主阿拉嘅慈悯啊，每困难都跟马克兰，我每困难喊命发出嚟啊，对你所有嘅忧愁啊，所有嘅担心啊，阿拉会悔改你，阿拉会帮到你啊，你有乜嘢难处？ 你心入边有乜嘢唔发生嘅事，你求阿拉呼召，求阿拉原谅，阿拉会解脱你嘅唔发生嘅事。所以面困难下面发生，我哋就叫呼你喺度咧，睇下先。咁啊，仲有咧，你都唔知道啊，阿拉为你嘅准备，你可能完全意想唔到嘅。 你完全冇意料到嘅地方
安拉的启蒙派的啊。有时候的人呢，我就话人的眼光呢太短浅的啊，可能睇到呢系表面啊，表面好啊，表面啲嘢，但系你睇唔到长远，更加睇唔到啦背后。咁啊，阿拉斯巴哈纳塔咧，阿拉嘅安排系最好嘅，可能你从来未谂到，诶，阿拉喺呢方面嚟，喺呢方面帮你，喺各个方面帮你，啊，你从来谂都冇谂过，呢个就系阿拉为呢啲求主要事嘅人所准备嘅，所以我哋咧要经常求阿拉呼求原谅。所以这个伊斯特法的这个说话呢还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经常读阿斯特弗鲁拉阿拉对吗？我也不依赖，所以我们有时搞阿斯特弗鲁拉搞这个说话呢啊，又要经常来讲的啊，我的口头讲，我的有生一病都有生意啊，不是话就这样出口的啊，就这样讲出来阿斯特弗鲁拉啊，咁我哋一定咧要有嗰个生意啊，天生建议啊，咁啊就啊，通常我哋讲咧啊，我哋唔会喺边度啦啊遇啊撞到遇到啲人咧啊，或者话求你啊求你啊帮手也好，或者话求问你攞钱也好。就通常来讲呢，就我哋话喺街边呢啊，或者我哋去旅游嘅时候呢啊，经常会遇到呢好多啲人呢啊会攞钱嘅。咁香港人就讲乜嘢叫乞衣啊，乞衣咪人攞钱啦啊，咪人攞什么。咁呢可能有啲人话好多系假嘅，可能系职业性嘅等等。但系呢我哋作为一个穆斯林，我哋点样对待呢啲情况呢啊，我哋简单来讲，你如果有想帮呢就帮，多少冇问题，冇帮不帮都冇问题，但係呢要讲阿斯特弗鲁拉，你唔帮对佢啲呢都係礼貌对佢啲呢，礼貌嘅对待佢啲啊，同佢哋讲好嘅说话，冇讲伤害性嘅说话。同埋呢我哋有讲阿斯特弗鲁拉，我哋睇到啊街边有啲冇腿冇脚啊等等呢啲人呢啊，我哋要尊重，同埋呢我哋要讲阿斯特弗鲁拉啊，因为我哋要啊睇到呢种情况呢，我哋觉得啊如果可以帮到嘅话呢就帮唔到啦，我哋求阿拉有事，我哋要讲阿斯特弗鲁拉，我哋千祈唔好对呢啲人呢就係话讲唔礼貌嘅说话，或者话呢对佢啲啊冇礼貌啊，我哋呢穆斯林我哋都要呢啊明白呢个道理啊，我哋睇到个情况，我哋讲阿斯特弗鲁拉，求阿拉呼求，求阿拉啊原谅。所以这个呢又是我们要经常要记得的啊。那么通常有的人啊有讲的或者说不好听的时候呢，那么就不适合啊。我们作为一个 Muslim， 我们知道无论他们是 Muslim 或非 Muslim 啊，因为都是安拉的创造，都是安拉造出来的，人类都是阿当夏娃的子孙，我们是一个人类的大家庭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兄弟关系就是说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因为在伊斯兰教来看呢，我们都是阿当夏娃的子孙啊，我们都是阿拉创造的被造物。那么我们啊Muslim Mu'min 就更加呢啊看了啊，那么这个呢就古兰经里面所讲的了， Innamal Mu'minuna Ikhwah， 所有的 Mu'min 所有圣道的人呢都是兄弟姐妹，那么这个呢就
就更加看到了。所以通常用的一个耶和华，耶和华同埃洪，耶和华同，就好似呢三个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我就知道了，所有的穆斯林，无论他世界边度的，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那么阿拉斯巴哈纳瓦塔呢，创造我的来到那个东亚，来到那个世界上了，所以可以派先知，派差使来了，引导我的，引导我的怎样生活，教我的怎样生活，我的有错犯着错，我的怎样向真主求饶恕，我的怎样去做祷告，所以我的知道我的做礼拜，我的每一天做五次祈祷，我的一定要读苏拉特的法庭。苏拉特法庭哈，就是阿拉教我的怎样做祈祷。伊亚卡纳阿布杜，伊亚卡纳萨因。你看阿拉教我的，我的礼拜的时候，我的读那个古兰经第一章，我的唯有崇拜你，我的唯有靠你相助我，我的靠你引导我的。所以你看阿拉是不哈能他的，教我的。教我的怎么样会做祈祷，怎么样做礼拜，所以这个呢，伊斯特法托巴一样的，阿拉在古兰经里面，教我的，提醒我的，没有托巴，阿拉是接受的，没有托巴，阿拉不接受的，我的要怎么样，求阿拉父亲原谅，做托巴，咁呢就我的知道了。我的做一个穆斯林，我的要经常提醒的，我的第一要遵守安拉的规定，安拉的命令是最高的，是至上，没任何一样嘢超过安拉的命令的。所以做一个穆斯林，首先要遵守安拉的规定，第二呢要遵守上人穆罕默德（算了拉华来希瓦沙拉）佢嘅教导，佢嘅教导，佢嘅圣训，佢嘅信啊。咁啊，阿拉苏巴哈纳瓦塔咧，咁啊喺古兰经入边，就系话命令我哋嘅，我哋要听从；禁止我哋嘅，我哋要远离，唔可以做嘅。咁啊喺下啲嘅圣训入边咧，有好多啲咧，就系话对古兰经嘅解释，又系咧，我啲圣人穆罕默德（算了拉萨拉）佢做出嚟，佢系身体力行去实践古兰经喺个生活入边，所以我哋穆斯林啊，一定要跟随一定要跟随圣人，甚至穆罕默德（算了拉萨拉）佢嘅做法咁啊，就我哋讲到呢个祷告啦。圣人穆罕默德（算了拉萨拉）佢话圣人咁啊，佢都话啦，我哋之前都提及到啦。佢有阿布胡拉啦，拉德用拉华呢，佢传来呢个 hadith， 佢话：瓦拉希，因你咧阿斯特隆拉哈瓦图比勒，比勒要米阿克萨米萨贝纳玛。咁啊，佢就话：瓦拉希咁啊，我一定咧每一天啊超过七十次要向真主求饶恕的，求阿拉夫恕的，我要向真主做祷告，向真主忏悔，超过了七十次，有的话七十次，有的话一百次。那么我哋可以谂下啦，我哋圣人穆罕默德（算了拉萨拉）阿拉俾佢咁高嘅地位，佢嘅前前后后所有过错，佢。罪呢就冇犯过罪嘅，但小小嘅过失都好啦吓，阿拉通通全部原谅，不许噶啦，但系喺咁嘅情况下，佢都系一日有做超过七十次嘅，向真主求饶恕，求原谅，向真主做忏悔做祷告，咁我哋知道上眼。是非常谦卑，非常谦卑。佢在阿拉个保人，佢一日都要做咁多
Istighfar， 求安拉赋予人。然后作为我的普通的一个穆斯林，我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安拉的仆人，作为一个我的经常犯错的安拉的仆人，我的应当怎么样做的？好吧，我的应当要做超过啊，超过70次，可能100次，如果可以做到，你做几百次都不算多。因为我的一个普通的穆斯林，我的还没办法，没办法通过的上人穆罕默德算了拉法的和上人被背的，我的没得背的啊。那么我的呢，在海外口安拉斯穆罕默他呢，啊，父亲原谅我的，知道或者不知道所犯的过错，有时候可能还明知，有时候可能他完全不知道，啊，我还故意的，所以我的要求阿拉不许原谅，啊，我的求阿拉苏巴哈纳瓦塔拉，啊，坚定我的个信仰啊，这个伊曼，那个才最重要的，没伊曼，什么都没用，啊，无论做什么善事也好，做什么作恶也好，啊，都是建立在那个神主独一。这个基础上、啊、首先我们要坚定信仰，坚定伊曼、啊、我们知道最好的纪念安拉的时光就是拉伊拉伊拉拉穆罕默德拉苏鲁拉，那个阿夫德那个阿夫德那个那个最好的那个最好的纪念争取安拉的时光哎，拉伊拉伊拉拉，穆罕默德拉苏鲁拉。那么我的还那个圣主独一啊，那个圣娘基础之上呢，我的又有一个啊，伊赫拉苏尼亚啊，一个天生的皈依意念。无论什么情况下，我的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意念在度的。啊，一定不可以生嘛！啊，有个坏的、坏的这个意念、啊、如果人有咗呢个坏的意念呢，佢周身呢就坏的了。啊，呢、这个前一排呢，我哋同各位分享过的呢、这个身份，呢、这个 hadith 就系话一个人的啊身体入边一笪地方好了，佢周身。全部都是好的，如果佢呢笪地方不好咧，周身都不好。啊，呢、这个地方咧就是心，所以心啊就是意念，就是意念根。啊，呢、这个咧就我哋要经常提醒。啊，因为点解咧人咧认生系容易忘记啊。啊，所以你去睇古兰经，点解我哋要日日都要读古兰经，日日都要做礼拜？为什么我们都要、啊、背古兰经呢、啊、我们不是说读一次就将古兰经摆在这个架上面高高在上就学完了呢，不可以的。古兰经要经常读的、啊、要经常读经常提醒我、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经常提醒、啊、相互提醒、啊、因为人是容易忘的、啊、有的人一说啊，老人家话一阵间忘记了，但啲后生仔一样噶，啊，一样，哎，唔记得了，啊，一样唔记得了，啊，呢啲咧就系话系正常嘅。所谓正常乜嘢？阿拉创造人，这个人生你呢个字，就系要呢个忘记呢个字变过嚟嘅，啊，所以我哋要经常提醒，相互提醒，唔可以话讲一次就完啦。啊，讲一次再讲一次，我哋每一次住嘛，啊，这个呼读吧，啊，每一次住嘛，重复再重复，都系要教人敬畏真主，敬畏阿拉，听个话。咁啊，呢个敬畏听个话喺边度咧？敬畏阿拉，敬畏真主，系呢个听个话，下呼能又喺呢个心。
也为你敬畏真主，敬畏阿拉，要发自内心的，有内心会敬畏真主，敬畏阿拉，唔系话表面嘅，所以敬畏系表里如一，系同一嘅，就系表你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咁系同你内心入边所谂嘅系同一，所以呢个咧就系话咧敬畏真主敬畏阿拉，我哋嗰个主马好多吧，都系提醒大家，无论喺边度，无论喺乜嘢地方，无论乜嘢时间，我哋都要睇个运咯。我哋人做乜嘢，可能你背后冇人睇到你，我哋而家嚟讲啦，就斋戒啦。斋戒月份就嚟啦，斋戒咧系冇人睇住你，唔食嘢，唔饮嘢嘅，冇人强逼你嘅。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喺边度，冇人睇住你食嘢、饮嘢，点解你要咁样做咧？两粒空心的棍，呢个系希望你哋更加敬畏真主，敬畏阿拉。你系为咗服从阿拉嘅命令，你唔食嘢，唔饮嘢，佢冇人睇住你。系冇人有感知你，你就好话你嘅面前有几多好食嘅嘢，有几多饮品喺度，但系呢都唔够胆去斗嘅，但冇人睇到你哦，唔系话有班警察喺嗰度睇住你，唔准你攞嘢食，唔准你饮嘢，冇啊，乜嘢都冇嘅，呢、這个就系发自内心，系真主阿拉噶。信仰对阿拉的命令的绝对的服从，这个就是七个运了，敬畏真主敬畏阿拉，所以这个训练我们呢更加敬畏真主敬畏阿拉。那么以上呢，我们下一期呢下一个星期六呢，我们还同一个时间呢就开始呢同各位呢一起分享呢斋戒的情况，斋戒的情况，我哋准备咧，下一次咧就同各位分享咧，我哋穆斯林点解要斋戒，点解要斋戒，同埋咧点解又喺呢个拉马丹嘅月，点解又喺拉马丹嘅月，伊斯兰嚟噶，呢只九月份嚟斋戒咧。点解唔系其他啲月份咧？咁有关呢啲问题咧，先生啦，求阿拉苏哈同他咧，令到我啲啦，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去到斋戒月份，令到我啲下一个星期咯，系同一个时间咧，我哋同各位咧一齐就分享斋月同埋斋戒嘅情况就求阿拉增加我哋嘅这个信仰信念，饶恕我哋嘅过错如果我哋讲错咗嘢，做错咗啲事啦，求阿拉苏布哈纳他咧扶持我哋原谅我哋咁啊就如果我讲啲嘢唔清楚噶啦，请大家提出嚟，讲错噶啦，请大家改正多谢各位收听。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Waalaikumsala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有冇问题要问噶 ？Waalaikumsala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好的。Waalaikumsalam. Assalam, assalam. Insyaallah. 好，我想问问题我想问你头先讲话，如果啲乞衣咧，如果我哋唔俾钱啦，或者俾钱啦，我哋需要讲 astaghfirullah。系。我唔系好明白，唔好意思。系，当然你话唔系，但多数咧，如果你俾咧，你唔讲 astaghfirullah 啦。都可以，如果唔俾啦，我哋讲阿斯特古拉，系好啲嘅。即系话我哋
我哋唔俾啦，我哋阿斯特夫啦。哦，唔该晒。系，唔使客气，唔使客气。不过我哋一样噶，就系话你俾呢个阿斯特夫啦都可以，但系就系话，如果我啲唔帮佢啲啦，唔俾嘅话啦，我哋就阿斯特夫啦，最后我哋帮唔到，系嘛？就再讲啦，好似对唔住啊，对唔住啦，咁啊，我哋冇帮你，我哋求阿拉饶恕啦，系嘛？但系我哋一定啦，对呢啲乞衣啦就有礼貌嘅，就系话你俾或者唔俾啦，我哋一定要讲好嘅说话，对佢啲咧，以礼相待，有礼貌啊。哦，唔该晒，热晒噶啦，唔使客气，阿林同啦啊，多谢晒。